资系的这个毕业生里面，就是走的路比较特殊。通常就是如果你地质系毕业，还继续做地质，或者慢慢不做地质，做到别的方面，其实有蛮大的区别。那像我后来就很少做地质，但是我又，所以我所有的发展是基础是靠地质学的知识，但是把地质学知识用在别的地方，我发觉哦，空间好大。所以这个就是给同学们的建议。其实地质学不止用在地质这个行业，你到国土规划，我刚才讲的自然保育或者风景区建设，这个听起来比较有趣的地方，大概都可以发展很大的空间。所以其实地质系还有蛮大的空间，但是不要把自己只限在一个小领域。比如说我们我个人的立场，我就不讲别人，因为也有很多好的例子可以引用。那我后来因为我刚刚回念完书回来的时候是在做矿，我是学矿经济地质，这个是受王冕老师的影响。所以当初念这个大四的时候，王冕教授口才的是世界一流，所以被他一讲，原来想念都不念了，后来就念矿传。这个主要是因为王冕先生的这个对我的这个吸引造成，所以后来到哥伦比亚念矿传。矿创的前辈就是谭立平教授，他就是哥伦比亚。我后来念完回来的时候，我其实也想回地质系，所以我找过地质系的，当时也是跟阮先讲，我说不想有没有机会。阮先说不必考虑，没有机会。阮先讲话是很清楚的，他说第一个东西有王冕教授矿创，第二个谭立平，我们已经有两个叫矿创，我们没有需要，所以当时我就没有机会再回到地质系，就跑到地理系。当然有点缘分，因为当时做探矿的时候是用 remote sensing， 就空中照相跟这个人造卫星资料，跟地面土壤调查、植物调查做分析、做对比，去寻找铜矿。这是我当初博士念的东西，就有 remote sensing 在上面嘛。所以我后来早期就在台湾做 remote sensing， 来推广这个新的活动。刚刚开始推的时候，其实教授们对我不是很满意的，我也明讲，他说不好好跑野外，什么空中照相、卫星照相，这偷懒的一些技巧。当初其实他们有这种批评，是因为我们传统地质系是很重野外，真的是这样。但是追现在看的话就不一定了，我今天回头你们来看就不一定了，还有好多的研究方法，其实对地质系都是很重要的。而且对 remote sensing， 它是发展，它的应用是有限度的，但是它有价值，所以其实现在是蛮确定的。那这个我个人走到这，其实是时代潮流，说我没有创造什么时代，是时代影响我的发展方向。所以因为我回不到地质系，我就在地理系，那地理系就做地质跟地理中间的东西，就做地形学。所以地形学就跟徐田老师见面机会比较多，那时候徐田先生是地调所所长，所以大概就传承林超奇跟徐田老师的地形学就往下走。但是我那时代不一样，为什么？我那时代出来两个东西，第一个就风景区建设出来，所以在这个风景区里面很明显主要是看地形，其他什么人文生物其实都不如地形来的更基本。更厉害的就是后来的叫做国家公园，我到现在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几个八个，所以变成一个政府部门的专业一个行业嘛。后来还不止这两个，从这个风景区建设到这个国家公园，就演变为环境保护、自然保育，所以它无形中在世界上它就有一定的地位。那国际上，比如有国际自然保育联盟。它是全世界的国家公园保护区的一个协会，所以我活动大概都在国际自然保育联盟，所以我倒是很少参加地质学会，因为我走那个东西已经在地质系里面没有什么角色，不重要，它是一个应用，所以我已经走出去了。但你说那还是不是地质？我觉得当然是地质，只是你还在做家里的事，还是把脚踩出去，这其实我们都要。所以自然保育啊，它的好处就是它会结合你原来那个学业的，有时候我讲普通地质学就很好用，你把普通地质学念好，
光念普通地质学，大二就不念也不行，因为后来你再念岩石学啊、矿物学啊、光心矿物学、地层学、化石，这个东西都回来再补充你的普通地质学，所以到我们这种程度，就普通地质学应该是可以的。那这个东西啊，就在应用部门，什么自然保育、国土规划，我觉得很好，很好用，因为我都在走这个，我觉得挺好用。你讲话别人都听不懂，那你不讲，你的角色就没了。所以我其实觉得自然保育里面就是一个，就是自己的专长得以发挥。哦，你在地质系自己讲话，大家都懂，你觉得没什么好讲。但你的话到外面去讲，大家都在听，都说没听过，那有另外一种满足感。所以这方面我觉得，自然保育让我得到我所谓地质学的东西有发挥的空间。第二个嘛，自然保育它总是为下一代、为地球这种很高的一种目标在前进，那你会对自己会有比较认同，或者对自己的认同感，你觉得你在于做一些比较有意义的事情。说哪一个国家公园因为你画设，哦，你发现哇，这个成就很满意。那你不做这个工作，你就永远有机会；那你做工作，你就参与了。所以台湾的自然保育，我大概都是第一代。所以风景区开始写风给风景人看，给看风景人的看普通地质学，我大概是头一个。我记得当初写的时候，还常常被怀疑说是不是不务正业，不好在实验室做研究，去写这种普通地质学还要普通的东西。可是后来十年、二十年写下来，你发觉他在社会上，他有一定的被阅读的情形，你就发觉还是做了一点事情。所以，假如说用这种二三十、四十年这样来看，那个地质学在走到教育，王志明教授投入很多，走到教育，走到这个社会上风景或者是国家公园，甚至我们毕业的同学后来在国家公园或者是风景区上班。做工作的这种不多，但是都开始有，而且那个市场开了，你要不要来？那现在就是地质系的同学毕业之后，要不要去什么国家公园啊，什么观光局服务？目前看来是大家还是觉得，好像是走偏了哈。但是这个观念到有一天，也许会改变。也许你大学毕业，你就觉得我不要念硕士，不要念博士了，好辛苦啊，拿个学位不是那么容易。那大学毕业去哪里上班？你发觉可能就是这些地方，所以长期看，它应该还是蛮积极的。所以我觉得做自然保育、国家公园这种东西做下来，第一个觉得我觉得专业可以发挥，第二个好像也可以把下一代的路打宽一点。那这样的话，我就觉得蛮有意义。这么多年来，跟西方、跟日本的接触，其实，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已经不是纯粹古代。那种形而上的导向，我们其实有很多已经走到很细节的。那通常看哪里的，就看那个药方子，你买一个药，那个药里面的成分的分析。你看台湾现在药都有，钠多少啊，糖多少啊，什么什么多少。以前不是啊，以前那个中药开药给你拿回家，温水合服四个字，里面有什么药都不知道，那药有哪种分析性质不知道，那是传统。所以台湾其实。活在台湾的年轻人尤其，我觉得要庆幸你在整个传统中国文化两三千年这样算，你是走在最前端，那确实也面临着很多挑战。所以这种挑战，西方是不是西方的价值观就变成中国价值观，千万死不得，因为那样的话我们就丢掉自己的优点，那追人家的皮毛永远追不上。所以要站在自己本身的优点上再看西方科技，要选择。所以那今天的台湾人好处就是我们其实已经国家也好个人也好都蛮世界化，所以世界观基本上是具备，尤其地质系的学生基本上我觉得世界观是具备。在世界观具备之后，问题难就是那就怎么定你本身的。那我们当然跟美国人比有很多地方坦白讲没办法比啦，地质学也许还可以啦，你搞那个放射原子能没办法比。比如说人家做一个实验场所，他要做一个这个超导体，为什么他要核子加速，要把核子中间出来这个原子跑到光速近光速，这个环境我们台湾哪有可能做出来。所以他在美国中部，他要一个五公里的一个跑道，圆形跑道，他在里面整个用超导体然后加速，
用磁场让它在超导，在那个没有超导，超导就是没有什么消耗这种状况下，它那个 particle 才可以一直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到光速的时候，啪就打那个原子。这种环境我们怎么弄？我没有这个条件，所以我们台湾的问题就是有很多条件不具备，有很多研究能力没有。你说不会，我们系有一个教授，第二个在哪里？如果第二个没有，他就是一个人，人那就叫很孤单嘛，所以就没有那种社区的存在，他那还是太小。有时候我们会讲叫 critical mass， 这个有一个 critical mass， 超过一个基本的数量之后，它才会繁衍。没有超过那个数量，它本身就会萎缩了。比如说很多研究只有一个专家，他买一套设备，那隔几天讲这个专家不小心，他说因为太太反对，他决定放弃台湾，他要回到美国，那不是那个就完了吗？但这次讲比较轻松的，没有讲说那个也太认真，结果半夜吵老死，过劳死，他们有这个问题啊，哦，非常研究啊，搞了过劳死，这个专家没有，那所有仪器设备全完，所以就没有那个整体环境。我们台湾的问题就是那个整体环境也没有 ，critical mass 也不够，所以就要高度选择性。再换讲，哪些叫做适合本土的？那各位同学也一样，你要选专长也是，你要想想哪些是适合你的，你的条件，那么你下去比较会将来好过一点，大概是这样子。